欢庆耶诞节，普兴乡公所24日晚间在罗厝天主教堂举办2016罗厝绣光雕平安享中木华恩系列活动。这项光雕活动结合环保低污染的概念，取代高空烟火，营造温暖优雅的耶诞节氛围。那张春颖张乡长一上任以后，盘点我们普兴乡很多的文化资产，还有农产品的特产啊，所以他办了很多的文化艺文活动啊，还有我们今天的光雕秀，最主要就是要来用活动来行销我们普兴。我们等一下，我们的光雕被充满了整个非常非常有在地特色的光雕秀。那我们的光雕秀会包含我们天主教我们的声音诞生的故事，还有我们普兴我们的宝岛歌王我们黄三元的故事。罗厝天主堂是彰化县历史建筑，光雕节活动结合罗厝天主堂教堂的耶诞活动，将普兴乡及耶诞节的故事投射在百年建筑物的天主教堂上。 3D 动画更让民众沉浸在耶诞节的欢乐气氛中，同时打响了普兴乡在台湾的知名度。公益频道张华允，普兴采访报道。